现在开始准备做圣诞大餐，玉米浓汤。伊亚用新礼物的第一顿饭，伊亚等着吃饭呢，乖乖坐着来。Dinner time， 你先来吃圣诞大餐。准备出去玩啦，是不是伊亚呀？准备出门喽。记录一下，溜溜到一半，因为靴子太磨人，所以只能让老爸来接我。
准备做面包的一天。今天来做一个日式盐面包，然后加一些黑松露酱。